从17世纪起，成千上万的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才华超群，通过艰苦奋斗成为著名实业家和华侨领袖。张弼士就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来为您讲述张弼士的传奇故事。2011年11月28日，广东华侨博物馆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他就是著名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的孙子张世钊先生。张世钊率领寻亲考察团回家乡寻根，向广东华侨博物馆捐赠了20多件有关张弼士的珍贵文物。张弼士又名张振勋，是清末民初著名华侨实业家，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。张弼士共有8个儿子，四子名叫张建豪。张世钊是张建豪的儿子。我叫张世钊，是张弼士的第三代长孙。我爸爸是张弼士的第四仔张建豪。到了张世钊这一代，张家已经衰落。张世钊在香港出生、长大，一直从事警察工作，直到退休。父母没有给张世钊留下什么财物，留下的只有张弼士的一批珍贵历史资料。张世钊把他们看得比金子还要宝贵，精心保管数十年。张世钊这次率领寻亲考察团回家乡寻根，带来了祖父的20多件珍贵文物，把它们捐赠给广东华侨博物馆。这些文物都是首次公布于世，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。现在，让我们通过这些珍贵文物，去了解近代中国实业兴邦的先驱者张弼士先生。月光光，秀才郎，骑白马过莲塘，莲塘背种韭菜，韭菜花结亲家，亲家门前一口塘，养的鲤鱼8尺长。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客家民谣，生动描写了客家人的田园生活。张弼士就是一位客家人。1841年12月21日出生在广东省大埠县西河镇车轮坪村。张弼士的父亲张兰轩是位秀才，在山村私塾教书，他还通晓中医，闲暇时为乡亲把脉看病，解除病痛。张弼士跟随父亲读了3年私塾，因为家境贫寒，12、3岁就辍学了。他放过牛，在竹器作坊里当过竹编工，艰辛的生活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坚韧不拔的意志。1856年，年仅15岁的张弼士洒泪告别双亲，以猪仔的身份到河属东印度巴达维亚，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采矿场当矿工。由于张弼士做事勤快，为人忠厚又聪明过人，深得老板的信任，老板让他担任账房，后来又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岳父过世后，张弼士继承了岳父的产业。张弼士开始了艰辛的创业路。人生的机遇有时就是一种巧合。张弼士开了一家酒行，有段时间一位荷兰青年军官经常到酒行来饮酒，有时还喝得酩酊大醉。张弼士就开导他，给予他很多安慰，两人由此相识，成了朋友。让张弼士没想到的是，这位荷兰青年军官后来给了他不少帮助，张弼士的人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